我是刚刚练车练了170年，7月28号，哇，复原北平的道，16:07。故意的，复原站北平了。你看，等他跟他竞速，12:07，对决。但他想也够久了吧？我想给林志浩听的。嗯。这边单线嘛，所以两列一直在。哦。哎，差不多，那声音到了。来，出现出现，一下慢慢来。耶，我来整理火车。哇，
复里哎复原战匪跟我们相近数，他现在离开了。好了，下面的马仔们说就不客气，下次就那么拜了，再见。超感动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妈。